点个赞。还有你，你看你这两年变的，家里边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你想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一点商量都没有。还有你考试的时候那个前前后后，你看你那个样吧，考试前我连一句话都不敢跟你说，你说跟你说多了给你巨大心理压力，考完以后我还不能问你成绩考得好坏，你说反正已经考完了，为什么已经没有意思了。最可气的是你考不好了我还得表扬你，我还不能批评你，我还得说闺女考得好没问题啊，考差点不要紧，爸爸就喜欢你考差，你考得越差爸爸越喜欢你，你说这爸爸当了有什么意思。爸，别叫我爸，叫我加勒比海盗刚。别叫我大姐夫，叫我加勒比夫。那个加勒比夫啊，不要叫我加勒比夫，叫我大姐夫。到底叫我啥？站好了，过来，平时我就太纵容你了，今天我得给你们立立规矩。小日本，哎，过来。哎，你不叫我陪你去吃饭吗？啊，可以，拿钱，按钟点走，一个钟500。怎么的，大姐夫？你不是那种爱钱的人。怎么的？我就爱钱了。怎么的？不是你咋的了？这是你不是让大姐夫做饭吗？啊，拿钱。多钱呢？只办酒席走，一桌800。大姐呀，还有你过来，你不是让我带你去海洋馆吗？爸爸，不会管我也要钱吗？我还没挣钱呢。不要紧，你得干家务活抵债。现在开始干活，拿墩布墩地。爸，墩地。对。孩子都吓哭了。哎，干什么你？我都不认识你了，你还是原来那赵刚的吗？大姐夫，你抽什么风啊？你还是我原来那大姐夫吗？我来，过来，到爸爸这儿来。妈，你别怕啊，爸爸现在不是海盗了啊，过来。妞妞啊，你一点一点长大了，有的时候你得养成好的习惯，是不是？你不能什么事都以你自己为主，你得想着点身边其他人。你看你今天你二姨夫要请客吃饭，那么大的买卖叫爸爸去，你非得要去海洋馆啊。你小姨朋友从国外回来了，要爸爸做个饭，你就非得去海洋馆，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？爸爸，我明白了。我出八大空窗，甜美的微笑。我这不就是歌吗？你歌个六啊！你歌啊！王叔啊，您讲啊，歌唱的不行，但是您的戏唱的可真有味儿啊！王叔，这回您必须参赛。王叔啊，干什么呀？您这个参赛不是代表您一个人，代表咱整个社区，是体现咱社区的风采。为了咱们社区的荣誉，为了咱们社区的荣誉，是不是得有个人求求你？啊，能冲上去！老王，少来这套。哥，你哥，老师，你老师。艺术家，你艺术家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行。我要是有本事把二等奖拿回来，我都不求你。终于承认不如我了吗？啊，王叔，这次您去是代表咱们社区，要体现咱们社区的风采，展示文明的面貌，弘扬传统文化。传统文化必须要传承发展下去。要这么说，我得去啊，你必须去。但是我有个条件啊，我去行，得带个人。谁呀？他。这王东东去我就不去了。哎呀，王东东去你怕什么？咱们三个人一块去肯定赢的。爸，咱三人同力齐力断金。那咱仨就干唱了。有钱啊，我都找好了啊，你等着啊。哎，老伙计，来，快点，老朋友。赵经理，刘叔，来，您辛苦。来，哎呀，咱们小区啊腾龙卧虎。老范，弦儿来了，咱们得吊一吊吧。那咱唱什么呀？哎，咱们为了预祝比赛成功，咱们共饮一杯庆功酒。拿酒来。来了。哎呀，光两酒，十两酒喝完了拿金牌。
那我就开始给你放锣鼓点了，来吧，走战。给大米粒儿的，大米粒儿肯定说得好听，你看说得可好听了。好，那我打。打打打！哎，妹子，我这电话要一打通啊，我姑娘肯定说：“妈呀，你在家好好的，想吃啥就吃啥，那活儿你都别干，等我回来干。”哎，打通了。妈，你挺好的吧？我加班，你吃好喝好啊，多休息，有什么活等我回去干。我爸脾气就那样，你忍着点啊。哎呦我的妈，听着没，电话里还威胁我呢。你都这样了你还跟他过啥呀？离，马上离，同款离，现在就离。妹子，离婚那么容易呀？我们家户口本一直在你姐夫腰上缝着呢，我亲眼看见你。他也不爱你，你说非得缠着你干什么呀？你们这一天我真是的了。妹子，你姐夫说了，雇我呀比雇保姆便宜。了，你还在这家待着？我在家那都把我都宠上天了，把我当娘娘一样供着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那没事我都离家出走。每一次我一离家出，你知道不？你说你挺大一小伙子，骑车毛毛愣愣的，就往人骑着后屁股后屁股怼。谁毛毛愣愣的了啊？我都老稳当了，雨下那么大，视线就不好。那路口啊，我都走800来回了，那儿不让停车。今天可倒好，停个车还黑色的，那不违停吗？小姨夫爷爷。那车是你停的不？我停的怎么了？你违章了。谁违章了啊？我这有证据，交警给你贴的罚单，我是从你车上撕下来的。我想回头联系车主，刚才忙活忙活给忘了。小姨夫爷爷，
你违章了，你全责，你还得赔我电动车呢。你好了，你让我看看什么玩意儿。你看什么违？哎呀，哎，小姨夫，你这你可过分了啊！我饿了。你饿了，你不能吃我呀！你饿了。不是，你让我看一眼，我没看清什么玩意儿，我看看你。哎呀，小姨夫，你饿那玩意儿吃完不消化。来吧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坐这唠唠吧，来，坐这唠唠，坐这唠唠。唠唠行，唠唠吧。站那去，那边。这边是被告啊。对。你别激动啊，唠唠。说吧，我真咋赔？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瞅你刚才那出。你看，我吧，本来公司要罚我3000。我再赔你车500，交警还罚几百，你说加起来我4000块钱上哪儿找去啊？你爱上哪整上哪整，我不管。你帮我劝劝他，我接个电话。你俩这事儿闹的，哎呀。喂，啊，经理呀、啊，挪什么车呀？交警都贴罚单了，回去我去处理吧。啥玩意儿？什么？不要了，钱不要了，他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钱不要了，快坐下，都坐下，我从头给你们说，快点的，知道吗？今天不是发大水吗？啊，大水把我们公司门口的井盖给冲跑了，啊，那个井就裸露在外，咕嘟咕嘟的，我瞎么胡吃的把车停到井上了，现在人家这个。环卫工人要去通井，让我挪车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因为我的车在井上，多少人没掉下去，我救了多少人的命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小姨夫，那你这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吗？我们经理说了，3000不罚我，还奖励给我3000呢。小倩，你那3000我不要了，你那500我给你。哎呦，我到公司去领奖金。小姨夫爷爷。我的钱我也不要了啊！为什么呀？你良心发现了？不是，你看是这回事不啊？你要不瞎么胡吃的，把那车停在井盖上，我是不是掉里了？小姨夫，他瞎么胡吃这件有可能啊？你瞎么胡吃的救了我一条命啊！哎呦，小姨夫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，我没跪。哎呀！太好了，小倩儿 啊，你能跟小姨夫爷爷说这番话，我很欣慰。所以说，我要发表一下感想。生活有时不易，但是总是出其不意。那个，再问一句，嗯，你们最近干这活儿稳当吗？那从来没使过手。公安局不管吗？管呀、啊。是不是最近管的挺松啊？不是说管不就松，就我们在那儿吧，都有备案。对，俺都是在案来。完了，遇上老炮了。那啥呀？听弟弟一句劝啊，不怕万一，就怕一万。常在河边走，没有不淹着的。门口就是阳光大道。出去之后，世界都是你们俩的。不兄弟，你到底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我就是说，你俩能不能出去？不得，俺要骗嘞。录音机给你，能不能出去？那我能出去？不能出去。要这个啥用？我要钱。不是，人家都说给录音机了，那我出去不就完了吗？你要钱，你要你的。那也不行，谁都不能走。不，什么叫谁都不能走呢？那咱俩不走，录音机一会儿不给了，不给也不能走。不是你这人咋这样的？赶紧我拿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你俩这都不能走，你俩不走我走。哎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站住！哎呀，我去你的吧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王倩，你干啥呢？这是小李丽，你快跑！他俩是贼，把我绑架了，赶紧报警！这是谁？还是怎么的？手缩了，你说这我们俩靠技术吃饭的，吓人家的。小米粒，小米粒，他俩是贼，他管我要钱，他偷我的录音机，他。我当然要钱了，我喜欢说你不给我钱。啊，就是我啊，
那他为啥偷我录音机啊？我谁说偷了？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我买行不行啊？我说管你管你就管你，我不让你打你非得打，你打了要把咱俩当小偷了。那我不说我揣兜里试试吗？那就是偷。那我放这地方就没事了呗？那不是偷。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那就是偷。那我放这地方就没事了呗？那不是偷。那我揣兜里试试能咋的？哎呀，我的命！咋的？妹妹，我跟你说，我来咱家修锁了，我锁修好了。那这伙计把我就当一小偷了，你说他脑子缺啥？缺根弦儿。他缺心眼儿。我就是个修锁了，他非说我是个小偷。啊，你俩是修锁的啊？误会啊，误会，误会你个头啊你！王小倩，你天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，人俩人就修锁，你搁这闹腾什么呀？还把我家门给我踹坏了，咋整吧？那师傅，要不你再给修修门？再给一分钱，哥。钱不是问题，修好了录音机都可以给你。哎，你说好没？那这锁我修了。兄弟，求你个事儿，但磁带得还我。啊，为啥呀？这里边啊，有我妈最爱听的歌。哪首啊？朝花夕拾杯中酒，寂寞的。我说你唱来的是个啥呀？嫌我唱的不好啊？啊。你唱就能，那你唱，我就不信你能唱我歌。唱，你唱。这么的啊，哥，你露两嗓子让他瞅瞅。我现在我修锁去。唱来的是啥乱七八糟？朝花夕拾杯中酒，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，醉人的笑容里有没有？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。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，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，朝来夕去的人海中，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，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，千万条路你千万啥呢？我还没进屋我就听着你俩在这孩子孩子，谁家孩子丢了？媳妇儿，咱家孩子丢了啊！咱家孩子奔跑在来咱们家的路上，半道上让大姐夫给接走了。啥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？快姐夫吃饭吧，饿了。好好好，吃饭吃饭。哎呀，吃吧吃吧吃吧，就知道吃啊！咋的了？没吃药啊？吃了，他今天刚吃完。那喝的是汤药啊，还是喝的枪药啊？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，你大姐大米粒人家又怀孕了。啊？哎，你等会儿，这叫怎么说话呢？你大姐怀孕了，这怎么还成了悲痛的消息了？我夸大姐呢。哎呀，你看看大姐，你看人家那大脸盘子、大身段，那就是当妈的脸。哎呀，不像有些人光打鸣不下蛋呢。啥意思啊，你钱志芬啊？我这一进屋你就一句一句跟谁俩呢？哦，我说我自己呢。我说呀，我没长一个当爹的脸。是啊，你是没长一张当爹的脸呢。你长得跟孙子似的，谁跟你争了？哎，哎我哎，怎么的？我说你，你还冤枉了你啊？你看人家大姐大姐夫结婚不到一年，人家妞妞就出生了。行了，闭嘴吧。人家现在你闭嘴吧，你不就是因为没喊你心里不舒服吗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有跟你没关系吗？你跟大姐是一个妈生的，亲姐俩。我告诉你，钱志芬，我二母一去医院检查过了，我没毛病啊。对对对，我让你钱志芬你检查，你检查了吗？我也没问题。你是得检查检查去，对不对？全家人都刺激我，是不是？我检查什么呀？我检查，我没问题。没问题，你喝药。我喝什么药？我喝药，药不都让你喝了吗？大姐夫，我没想喝，他不喝，我怕浪费了，我才喝你喊。就是疗效，我妈我爸花那么多钱给你买的汤药你都让大姐夫喝了，你真行啊钱顺风。我告诉你，就趁你这出，咱俩这辈子都别想怀上孩子，你就学着去吧。你这事儿能赖我呀？二米，你别生气啊。你还赖我？你别说话了顺风。你还吃什么人？干什么呀？你是顺风？你怎么了？你这是什么事都赖我？不是，你别说话了行不行？你哪有这么跟他说话的呀？太不像话了，你这是。不是大姐夫，我不
我能不着急吗？这事儿你说啊，全家都替我着急啊，我再不着急我成什么了我。停！哎呀，停停停！老王大哥，啊，你看他这像有病样吗？你这个体格比我这藏獒都好，哪有病？哎，真的啊？就是，啊，我这能是有病吗？是啊，有病能这样吗？你看你这病头，对不对？不像，这不像有病。对，我要是有病，那马路牙子都能缺钙。就是，你刚才那个样，居然精神有病，你这没有病啊？你精神才有病，你给我好好看看啊，是有个问号啊。对，还有个问号呢。问号吗？啊，问号我知道知道。据我多年的经验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问号什么意思？它就是有疑问。废话。不是，你没听懂。我说这个问号有两个可能。第一，你根本没有病。这对。第二，你的病非常严重。大哥，要严重能严重到啥程度？妹子，他这个病是在肺上啊。啊，肺呀。嗯。哎呀，我告诉你的啊，你看他的肺在这儿。啊，你的肺也长这儿啊？废话呀。这个他这个肺哈，啊，对，是管喘气儿的。对，啊，来吸，呼，吸，呼，他要一有病呢，卡住了，那不憋死了吗？没事就憋死了。哎呀，这哪是憋死了，真是你给掐死了。没事，不，哎呦我。他说的对，啊，如果我要是小病，大夫给我检查完了。开点药让我回家一吃不就完事了吗？对呀，啊，他没给我拍药，那我就是治不好那伙的了。我哎，不对，我看这儿，哎，老范不对，你看他这后边还有个感叹号呢。对，还有个感叹号。你这个感叹号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哎，有病的话，说的是你真有病的话，嗯，画个感叹号你就得住院。嗯，他没让你住院。有道理啊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咱分析分析啊。我这个肺子上有影，嗯，大夫确定不了我有病没病，所以他画了个问号。对，他没领我住院呢。对呀，啊，直接让我回家了。是，就说我没病，哎，我也画了个感叹号。哎呀，老头子太聪明了，有才。后边还有仨点儿啊？还有仨点儿？那么多事儿，这仨点儿啥意思？点儿，三个点儿是那个什么省略号吧？啊，省略？省略啊，省略了。哎哎，你咋又躺着去了？怎么了这是？省略号是不是应该六个点？对呀，啊，大夫给我点仨点说明什么？什么？说明我的生命只有别人的一半，后三个点基本可以省略了。哦，哎呀我的妈！你省略什么你？哎呀，我这叫你，你说你有点病就这样，吓就把自己给吓死了。我跟你说，有病不要紧。咱得有个心态去对待他，对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哎，咱年轻的时候你是这样吗？风华正茂的时候，咱俩那事儿就在跟前儿，啊，两个人一块儿去念书，一块儿去，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走，刚子，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媳妇儿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好啊你啊，你口口声声说生男生女无所谓，还什么草原小姐妹，这叶酸还该给你吃了吧？我吃它也没用啊。怎么没用？你不是喜欢男孩吗？你自己生吧，无土栽培吧，还十个月以后见，60年以后再见吧。完了，嗯，完了，赶出去了。60年以后，一个甲子，我还回得来吗？哎呀，大姐夫，这就不是我说你了，你这一点啊就得跟我们家顺风学学。对，你这一块你就真不如他，表示赵刚子。你说生男生女不都一个样吗？你怎么能做出这么 你太不像话了。你不是钱顺风啊？哎，不，你小心，二米粒怀孕了，你不能刺激她。那个媳妇儿，走，我回去休息。等会儿。哎哎哎，你留下啊，这干啥呀？帮大姐夫收拾收拾啊。50年呢，回来胡子不都得耷拉地了？帮他收拾收拾，给他准备点干粮，再准备2捆大葱。
呀，大姐夫，两捆大葱够不够？呸！哎呀，咋的了？钱春花，哎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！我咋的了？看看你刚才说那话，这不是你支持我干的吗？你就跟我挖坑是不是？你坑我是不是？大姐夫，这事咱可得说清楚啊！当着街坊邻居的面啊！怎么的？一开始我给你挖的是一个浅坑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说的，没有挑战。你跳到浅坑里，给自己又挖了个深坑，对不对？你又说无趣，你于是在坑里又浇上了水，撑着了吧？我那不是为了挑战极限吗？那还是怨你呀、啊！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坑也是你邀请我跳的，顺风你必须得帮我。你这个事儿做得太绝了，我帮不了你啊！钱顺风，我告诉你、啊，我确实是。我一走就是60年，顺风，你走吧。你不想想啊，这60年你得犯多少错？我告诉你，要没我替你扛着，你要能活过3天，我算你命硬。我突然明白了，大姐夫，我帮你就是帮我自己。当然了，但是还有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我这个人挖坑挖习惯了，填坑我没有经验呢。不是你专业怎么这么单一呢？你啊啊！大姐夫，这么着啊，我求求二米粒儿，行，二米粒儿、大米粒儿亲姐妹、啊，行，好不好？你赶紧。